现冲牛肉越南河粉，一吃就开胃的酸辣滋味，台中超隐秘的越南美食在这里哦。泰嘎后爱嘿梅森，今天带各位来到位于台中南屯区的越满楼越式创意料理，老板可是亲自到越南取经哦，回来再调整成大家更爱的滋味。滑溜河粉搭配腌好的猪肉片，那香气直接充满我的鼻腔，再淋上大骨熬煮为基底的汤头，这道直接高汤现冲的牛肉河粉汤头更是鲜到上档次。再来这越南面包夹入腌萝卜蔬菜和猪肉，而且还抹上花生酱，色香味和口中的层次趣味度都很棒，常见的越南料理在他们家都可以品尝到，但味道是我目前吃过的越南料理中数一数二的喜欢哦。每道菜该有的完整度都非常好，我自己超爱他们家的河粉，汤头温润顺口好喝，肉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有主角光环，不知不觉就说完了。梅森介绍到这里口水又不知道吞了多少了，这家的滋味我真的很喜欢哦。对了，喜欢炒河粉的你也千万不要错过哦，大火快炒的镬气非常的香，越吃越过瘾哦，各位赶快去试试看吧，拜拜。